因为长。我自己作为观众也蛮期待最后长月烬明和大家的见面。我都不用花了，大家看什么样的，真的拍的特别好，尤其是那些大场面，很有新鲜感。剧情好看，内容好看，人物也好看。感谢长月烬明所有的工作人员和付出的辛勤努力。非常好的一部作品。